前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，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。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，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，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。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，三个月有七天。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。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感谢老师，我感动哦！先跟爸爸说声谢谢，谢谢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爸爸很少给他拥抱的，爸爸很少给你拥抱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刚刚爸爸冲出来抱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个你是很幸福的，好有爸爸当你的后盾。那你的歌声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直截了当，好。其实有些一上台就开始炫技，各种技巧，各种抖音，你就是好好的把这首歌的歌词表达出来，我很喜欢，就像你爸爸一样，恭维安尼就实在，真含慢恭维，但是伊就实在安尼啦，好，感谢老师，哎呀，唔汤，你大爱，没了，我听你唱一两句我就觉得 OK 了，我的吃定了，那我们跟爸爸讲，爸爸，我们大概两个小时内会录完，你敢每户背来？可以来，是。恭喜你，台式键过关。謝謝。